那么在这种动漫的场合呢，绝对不能够错过的是一位超级可爱的动漫大明星，他在舞台背板后面已经跃跃欲试了。亲爱的好朋友，想跟大家借一下掌声，让我们欢迎动漫大明星曼宝登场。Hello， 哇，今天又是穿我们姐弟装，曼宝来到这里，应该是超级开心的吧？先跟我们高雄的朋友打个招呼。哇，曼宝已经高兴到忍不住跳起舞来了的哦。曼宝的舞技实在是有够厉害的啦，活力也是满满满。听说你今天苦练一个特别节目，要让我们台下的观众朋友先睹为快，对吗？哦，那这个节目是你一个人表演？哦，不是啊，那么要跟谁一起来合作，带给大家我们最活泼有趣的开场节目呢？我们要为大家欢迎到的是高雄在地我们非常优秀、可爱、充满活力的团体Candy Star。 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高雄在地成立15年的 Candy Star，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开幕典礼。那首先让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，首先是我是 Candy Star 巧克力糖石宇喜格雷，喜格雷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明太子糖伊鲁米，伊鲁米。我是金平糖的心智阿卡莉，阿卡莉。我是 Candy Star 砂糖布丁，布丁也可以叫我布丽丽，布丽丽。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曼宝一起带来一场特别的演出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哦。曼宝，我们来上位置吧。那今天带来的歌曲呢，是我们 Candy Star 原创歌曲 Candy Star 的崭新的旅程。
让我们的媒体朋友捕捉一下你们充满活力的模样呢？好，那我们来考考我们的曼宝有没有办法做出脸颊爱心呢？哦，曼宝可以做得到吗？哇，超可爱的，好萌好萌。好，媒体朋友是不是都有捕捉到画面呢？好，再一次掌声，谢谢 Candy Star。谢谢， yeah！ 充满了活力，也谢谢曼宝。曼宝，请跟大家挥挥手，待会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好的，哦，恋恋不舍，哇，还有这样子临去秋波，曼宝也太可爱了。谢谢我们两个团体一起帮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，